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是夫妻房车记。美好的一天从撸浪了开始。今天是被热醒的，现在特别的热，因为这个早晨的这个阳光啊，东边这么晒的话，我整个车体的这一边是特别热的，我都不敢开窗子。好热，先去溜个浪了，准备准备，去吃个饭，我们就出发了。今天目的地和田。哎，现在开始把这些东西收一下，因为一会儿我们又要出发了。哎呀，这个加湿器再放。加湿器是放这里边的 ，OK， 别的没啥放的了，这块灌好水放到前边。在家收拾好了，咱们去吃个早餐，然后就出发。面热面馆，好面，啊面熟啊，哇好面热面，我哥，有些啥面？素面、肥肠面，要一个肥肠面，大碗的。我也要肥肠面，小碗的，但是要加臊子，再加肉丝，加什么？肉丝。哦，我们的肥肠面来了，看起来还可以啊。重庆小面，哎，搞起，加了肉丝，小碗。听周围吃饭的人啊，都是四川人，应该味道还可以。啊，上次还要吃还不错。嗯，还可以，味道是不错的。看看肥肠。嗯，行，咱们准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五金店啊。我们买一个小铁锹，因为我们准备去挖石头。你那个可以啊，你那个，嗯，你要是那个的话，现在是卖早点的，卖吃的，真没有。哎，往那边走，我们就去。这边的村子吧，克孜米勒克村，去那边买，离我们256公里，要开3个小时10分。好，把那个水，把那水加满。我已经等你多时了，把这些该关的窗子关了。我们要准备出发了。我是你的好兄弟小团团，我知道。前方路口向右后方行驶，进入他河东路。这哥俩等不及了，都不去市里边了，直接先去捡石头。胖了呀，要是没有他，车里边简直是没法待，太热了。准备好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来，小浪浪，让一下。哎，对，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，就赶紧的发动汽车。哇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！看这个灰，看这个灰。然后第一时间开空调。在等半仙，我们三个车停的像这个华容道一样，半仙走不了，月龙走不了，月龙走不了我就走不了，必须得他们两个走了我才能走啊。
在这个附近啊，就在这旁边看到有一个五金店，准备下车去看看有没有。下次去看看有没有铁耙子，要有铁耙子的话买个铁耙子，捡石头。你好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啊，你家大人呢？啊，这个感觉有点简陋。这个是啥？挖石头。只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好。哦，找到个好东西。嘿嘿嘿嘿，嘿嘿，就这个，这个可以。结实吗？是这儿，老板呢？啊，这个应该结实吧？我不知道他这个焊点焊的结不结实，就是不知道老板啊。问那个小孩，小孩也不说话。小孩估计听不懂。好像就这些了。干啥用的？老板这生意做的，老板不来，我加他微信，然后我们微信上交易。疯了，他们这人做生意真的绝了。我加他微信，他不回话了。现在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了。不等了不等了，这个老板做生意我真的是服了。我们还是去后边这家五金店，因为他们这边我看他们自己做的这种耙犁挺好用的，应该是我想买一个这种耙犁去这个挖石头啊。所以说在他们这个刚刚过来的这边还有一家五金店，这里边有16个，这边还有好多五金店，咱们来这边看看有没有这种那种耙犁，因为他那个是自己焊的。找着没？在找呢，但是也发现有点听不懂的样子。是找到了，配上一个饼子，三个，找三个，找三个。啊，终于是弄好了，就这么一个玩意儿，15块钱还可以啊，但这个有点尖，这很危险，我现在还没想好放哪儿，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放，先擦一下，给它擦干净，你看手多脏，实在是没有地方放那个东西，那东西三个角又特别尖，我现在需要用一点这个胶，剪三块，这个胶。然后就给它把那个口子给封了，这样的话要安全一点，不然的话会挂烂车里边别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在新疆这段时间捡石头都需要着呢。房车还是要有那种就是拿来放在外边的那种箱子，那种储物空间会好很多。哎呀，啊，我就把这个三个角这样包一下，这样就不伤车，不然的话太伤车了，这个东西随便杵到这儿杵一下就是一个洞，特别锋利。好了，搞好了。我最怕踩这种沙，像水一样。出发，住了，直奔和田玉龙喀什河。咱们要去大干一场。方向
是能够挖到一块上好的籽料，哎，那咱们这个换车的时候就爽了啊。如果挖到块大的就可以全款换车啊。如果挖到块超级大的，那咱们三个都可以换车，一人换一辆。站在高楼上，看着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，什么又要迟到了，他们很着急。我那可怜的吉普车，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，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知道他很难过，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他去蒙古国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也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其实还挺快的，但是从这儿到我们这个玉龙喀什河啊，还要开220公里。哇，地上有只野鸡哦，这壮实的野鸡啊。继续出发，这个和田还挺大的，200多公里，从这儿到和田市，感觉像沙漠公路一样的啊，全是这种一望无际的沙，黄沙，旁边还有个没有形成的龙卷风在这卷呢，感觉这边好空旷，好荒凉。我们终于是回来了，这么久都不知道小浪浪在车里边受不受得了。哇，我们车里边好热，我们在那边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啊。他们在这登记，然后做核酸检测。早知道这么久给浪浪开个换气站了，简提示好了，全部搞定。他们这儿有点慢，搞得有点久。